我跟你说，要嘛就是不吵被骂，吵了也被骂，还被吵骂。学姐的粉丝人数其实没有到那么多，到那么多吧。其实小朋友有时候很喜欢吃这种脆脆口感的菜，他是不喜欢吃你做的菜而已。对啊。有中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深刻怀疑关主自肥哎，他一直透过这个，然后想要我们来争夺你两个爱。欢迎台中小太阳。等一下可以来保足一餐，好不好？保足一餐哈。他这个人真的很客气，从台中先到了台北高铁，还去 IKEA 买了一堆东西给我们。对啊，我还特别买了，你看买超多东西的好不好？你看这边什么应有尽有，我跟你讲，另外一袋嘞，我跟你讲东西超多，我还怕你吃不过，毕竟你一个人吃三人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立刻享用这完整全系列的 IKEA 的外带的派对餐。好了，我们正式欢迎秋叶还有易昌来了。首度合体呢？哎，我不说我是不是第一个跟所有人合体的人啊？对对，因为你还是我们的编号零零一，来，前面零零一，后面什么？一个呀！对啊，我们现在整个频道最可怕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绕着易昌转啊！对啊，没空的时间我们不能拍啊！你说没错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什么日来？我老公生日，结果你人在这，居然是人在这。要不是一枪只有今天有空，没有，不是，我问了 IKEA 来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可是这样够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你这样，因为毕竟这已经是四到五人份的外带派对，我不知道，你看一下，你去，你再看一下。好，好，反正重点就是它有上串烤鸡、美味烤肉丸，这都是最红的，还有鲜沙洛里的凯撒沙拉，沙拉含量也大，薯条啊，然后呢，米板面啊，对啊，很多哎。那一枪该不还要帮我们多买吧？加够了，什么要不要讲啊？我跟你讲，来先看这个烟熏酱烤猪肋排，好吃了吧？是，好吃。为你加点了，还有一个啥？脆皮猪脚佐食酥，是，也是好吃的，是薄脆鸡翅桶，好吗？好。重点，我刚才去 IKEA 瑞典超市加购，加购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加购什么？肉丸一定要的嘛，一定要啦。还有这个鲑鱼菲力，鲑鱼菲力马上有，还有这个综合果昔冰砖，杏仁巧克力蛋糕，是，一定要。圣诞节快到了，这种圣诞节限定的什么姜饼？哇！圣诞节限定姜饼，还有红酒我也带来了，等一下可以。好贴心啊！是不是？可是今天你们想要吃到这个桌上面没那么容易，因为关晓彤就喜欢干嘛？看别人吵架啦！吵架了啦！哎呦，我一直不停跟大家吵架，我一直要嘛就是不吵被骂，吵了也被骂，还被吵了。对，哎，你先说一下，我先跟你一起走了，我们一起笑。啊呼！之前赖佩蓉来，我们叶佩蓉没接到叶佩，今天唱秋文。好。不错吧，唱秋文反而来啦。所以今天的唱秋的辩论赛准备开始啦，我们进行第一关。好的，我们第一关呢，我们的霸主呢是 IKEA 的香蒜烤鸡。那第一关是学弟来控诉，如果说你赢了，就可以吃到 IKEA 的香蒜烤鸡；如果说你输的话，那就是秋叶跟我吃，无论如何我都可以吃。怎么说你都可以吃，请发表你的证件。学姐的粉丝人数其实没有到那么多，到那么多吧？跟谁比呀？跟等一下，我被抽奖有受伤。跟 IKEA 比。跟 IKEA 比， IKEA 的香蒜烤鸡那么多人喜欢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粉丝人数一定是最高的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不好？直接咬起来了。好，来咬起来，你直接咬。好。叫你咬，不是要你用舔。对啊，他刚什么先生出来了？真的，我们两个刚刚也是这样子吧？很好吃，我鼻涕怎么流出来了？肉质很嫩，就是皮是薄薄的那种，不会让觉得很柴，而且不会油。哇，油哎！折折骨头都已经直接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好鸡才会。这是香蒜烤鸡的重点啊！我也要吃。你舌头也伸出来了耶！舌头不多一些干嘛？舌头干嘛？是不是？怎样是好吃？是不是？有异常的味道。好，现在进入到第二关，第二关是我们的鲜沙洛里凯撒沙拉以及瑞典烤肉丸。我把这个最红的交给频道最红的秋叶来介绍。IKEA 大家一定会吃的就是烤肉丸，真的真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沙拉也要给我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每天人生都一定要五蔬果，我就跟你们的蔬果一样，要陪伴在你们身边 every day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假
讲到 IKEA 合作，其实呢，不得不说，在这个频道我就已经跟他合作过两次。对，我自己私人的版上，我也跟 IKEA 合作过。是，我跟 IKEA 算是长期合作的关系。你现在认得我啦？先看什么背后啦？ IKEA。我这个人啊，北到保养品，南到电器，东到跟影星合作，好不好？ Okay, 再来，南到我刚刚讲过，东到南到中，他是中。小朋友会非常喜欢，像这种肉丸、马铃薯，而且你看它还配果酱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种生菜，我看我以为小朋友不吃生菜，其实小朋友有时候很喜欢吃这种脆脆口感的菜，他是不喜欢吃你做的菜而已。对啊。那这关算你赢了，你讲的好。当然啦，直接把这个异常打趴，那我们现在试试看。好啊。哦。马铃薯，你是每一道菜的经典。我看这个瑞典肉丸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一定要沾这个肉酱，你走开。点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上回去 IKEA 的时候啊，我还点了一个就是 IKEA 的植物素肉丸。真假的？味道怎么样？因为通常其实我是不吃素，好啦，老实说，我当时点错。可是我一吃下去，惊为天人。真的吗？连不吃素人都喜欢呢。哦，是啊，所以下次其实可以去考虑一下。可以，对，就是连素肉丸都很好吃。哎，我们去看那个洛梨鲜沙沙。一定要啊！哎呦，而且拌一拌，感觉超级美味的。跟你说，我吃过洛梨，就比你走过路多啊。结果你会发现，他又不晓得含笑半步癫，其实也没吃那么多。你要吃过的洛梨，怎么跟他走过的路一样多？对，洛梨会走路吗？接下来第三关呢是白酱鸡肉笔管面，还有呢蔬菜马铃薯饼。对，我们来请易昌好好的再次攻击。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有没有跟我一样？有什么？有没有跟我的爱一样，直接中你的心？是不是好吃？哇！有没有中？有中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先深刻怀疑关主自肥哎，他一直透过这个，然后想我们来争夺你俩的爱。哎呀，真的是学姐嘛，现在是贵为妈妈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对，妈妈总是比较辛苦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体力稍微差一点点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？所以当然需要小频道的小太阳，对不对？照耀我们这个频道，毕竟小太阳阳气比较重啊。这频道我觉得还是阴气偏重啊，我可能是现场最阳的人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属羊，我还母羊座哎。啊，我羊中之羊哎，属羊中之羊哎，连上羊哎。这一关他讲的还好，来穿越吃穿越吃。这个白酱它的奶香真的非常好，就是它不会太甜，因为外面有些白酱你会吃到腻掉。好了好了，让你来形容一下口感啊，没有说完全都不给你机会，这个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看。来来，它太绵密了，它是整个跟马铃薯拌在一起，哦，真的吗？融合在里面，而且它不会有蔬菜那个切切的味道。嗯，我刚刚说切切吗？对，它老是去台中道地的味道。对呀，我刚刚说切切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跟学姐解释一下，切切就是冷生生的味道。啊，原来是生生的意思啊！生生就是没有熟那种大自然的味道。我们第四关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会是我在开头？哎，你不要再吃了。我们来介绍的是猫面火鸡香肠还有薯条这一盘呢，为什么由我介绍？其实没有什么好讲，刚好可以展现出我的多功能性。我刚说过了，我什么都可以展现。为什么要叫我来介绍这个呢？跟你们说，因为这个组合你们一看就知道，就像是孩子最爱的东西，就像我跟关关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要这个样子？你老公今天生日，他知道你今天来跟我告白吗？他不知道，我不敢告诉他说我今天来跟你们两个录影，我怕他会吃他们的醋。好，一起吃，好，可以吃啊。那这个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吃啊。对呀，一整个 set 是蜂蜜火鸡香肠还有薯条，而且它量很多，它小香肠就会有十根。是，所以其实呢，这个东西你知道最棒是什么？就是在大家就准备吃东西的时候，就可以在开始一直吃，一直吃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获胜的冠军呢，算是秋叶。是我吧？3-1耶！哎呀。没事，学弟太紧张，没关系。我就是刚控诉草控到一点，对不对？怎样？你看学姐刚噔讲话太快了，剪接师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换太多剪接师了。最近我又收到一个新来的抗议，又有抗议。因为他就很认真的私讯我，他不敢在我们工作群组讲，就说，如果以后影片有秋叶，可不可以多给我2天？因为我真的剪不完。Sorry。如果说你们平常有看我跟秋叶拍的影片，旁边有一些剪接师，比如说有大字来呛秋叶，对，那些他都是发自内心的生气。他不是开玩笑，他真的生气。真的，我真的还看有一阵，然后我们就
前面几个那边讲，然后他还说这边到底要闹多久？反正今天的比赛算是一个友谊赛啦，我们握手言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要干嘛？打梦还会有声音的，不要以为打梦就没有声音了。我们可以，那你要不要握手啊？握手握手握手，可以的。我来跟大家复习一下桌上到底有多少东西哦。好，首先第一个是圣诞香蒜烤鸡，再瑞典烤肉丸，然后呢鲜虾肉里凯撒沙拉，还有呢蜂蜜火鸡香肠，那宜家薯条，还有呢蔬菜马铃薯饼，白酱鸡肉笔管面，还有布雷跟甜梨汽水。外带其实还有非常多，例如说你今天买有些东西我没有想今天吃，我想我冰着我下礼拜吃。可以的，一昌这么贴心，你该不会帮我买了吧？我跟你讲，我已经买起来了，这个好不好？瑞典烤肉丸每次去必点的，必点。综合果昔冰砖，真的，这边有三个口味，巧克力的杏仁巧克力蛋糕，哇，姜饼，哇，还有这个红酒，还有这个啦，好不好？什么？鲑鱼菲力，名产品啊，好不好？其实他们透过微波跟气炸都可以非常简单的料理。对啊，但是像你应该也不太会用吧？我不会用，就是我只要用气炸锅按一下，或者放进去加热就可以了。就可以了。啊，我有一个问题是，啊，我大腿真的很冰啊，你可以冰，哎呀，先帮我冰起来。好啦。这么丰盛，其实还有三个派对小时没跟大家介绍。对，它真的好用心哦。三里面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国粹鸡翅桶，还有一个好不好？分量跟关关一样多的。哇，哇，好贵哦，对不对？烟熏酱好猪肋排，很好吃，搭配这个酱汁跟薯条搭在一起多棒！刚刚真的心跳漏一拍，因为我以为他说分量跟关关一样多的脆皮猪脚着实。我说哇，猪脚着实吃了，看他要讲哪一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骨头真的能。对啊，你看，这明明就叫老实说，也可能会这样跟我一样。我刚刚很紧张，我说他要讲哪一个，我会不会生气？好，反正呢，就是现在的派对优惠价就是1880元，数量有限，售完为止哦。派对餐的分量非常大，非常超值。真的。那大家同时呢，可以就是说加购派对小时，或者到超市买其他的食品，就是吃起来。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想说，我今天要安静让你做节目，不习惯。如果说你们还想看到像一个异常合体，又或者是还想到看到我们在吵架的话，不要再吵架了。对，看你们想要看我们拍什么样的主题，在下方留言。荡秋文还可以随时合体，好热闹哦，很有圣诞节的感觉。对，如果说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接下来 follow 秋雨的 IG C H O 下底线 Y H， 异常的 IG 要再模仿了。It's Ellen。我看他也有下底线 ，I S 底线 A L A N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有下底线 ，E H A N 底线 K U A N 底线 K U A N。哇，简直是会害人！他整个画面都是下底线底线。他先讲，你这样，不好意思，上一大堆东西。我们已经踩到底线是底线了。不，你踩到底线，他等下后面黑屏。对，他就跟讲恐龙。所以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订阅观赏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观赏的 LINE 的官方账号已经开启了，小老鼠 KUNKUN。好了，讲完就讲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